绍多，因为我都不想跟他多交流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虽然不一定百分百都是那，但是，也可准确。哦，还是挺准的，不能算是百分之百，但是90%还能，还是有嘞。这疼不疼？你这是，这是我掏的，我弄的。掏了吗？这是掏耳朵的吗？我咋感觉搁那转呢？掏出来了吗？耶，长到。给，我靠，一吹干干净净的别。那为啥我老是一长手掏到这上边都有耳刺呢？那个属于正常，正常啊，分泌啊，代谢啊，对不对？有点东西也正常。哎。没事，你过来呗。你这哪有大耳朵呀？这不是大耳朵，这是刮耳膜了。不疼吗？还痒没痒？痒没痒？还好。还好。没擦伤哈。嗯。这边耳膜看得清，可以刮刮耳膜。你要那边耳膜看不清吗？能啊。但是那边刮着不顺手，你没发现彩儿这边顺手，那边不顺手，嗯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那肯定有一边顺一边不顺。嗯，你是左撇子吗？哎，别笑，别笑，别笑。这刮的嘎嘎响，多爽！其实刮耳膜，我感觉着也就那样，没有得说多带劲。他们说刮耳膜可带劲，其实有人胆小，他都害怕，都不让刮耳膜。这对于敏感人来说，刮耳膜很刺激；对人不敏感人来说，无所谓。
痛你跟我说啊。嗯。这不痛啊？不痛。这个疼吗？不痛。今天上班的时候，老在人家掏掏打打，就感觉用那个鸡毛打出来，就用那个毛毛，我感觉是不是因为那个原因？可能工具小的不太干净，我感觉也是。这打得可轻了吧？嗯。这会响吗？嗯，会。这打得也可硬。哎呦，这是个啥东西啊，我天哪。这是不是更刺激？嗯，跟这个比头发随便洗上。哎呦天哪，把我眼泪都扬出来了。